至少有看到他有改变，所以才会就是让我一直打坐。在还没有做百八角色术以前，你是自己上网去做一些功课，就是说雷射啊，对，就是想说它上面就一定会打说就是它可以治疗的地方，就是效果可能就是疤痕啊或是什么，然后就去问看看，然后就是打看，其实打了几次吧，没有什么效果了。对，白色部分之后一点改善都没有。磨皮也有做过一两次，而且它就是它色素沉淀会比较严重。如果真的有办法改善的话，其实可以试试看。你看我之前花了那么多钱，然后一点用都没有，那时候就先做四条，然后真的，真的有改善哎。那时候其实我做一次，它颜色就已经有改善，很明显的改善，就是好像在大海中找到浮木那种感觉。因为原本以为说，白色疤痕好像有一种被判死刑的感觉，因为就是有去问过那个雷射的，然后是其他整形的医生，他说只能重新帮你切除，然后做缝合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而已。他说白色的疤痕基本上是不可能不见，不管是已经做过就是雷射，就是他白疤没有效，或是还没做过，我觉得可以先来做白疤试看看，以免浪费钱，然后又伤身。